好，我是谢秋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我刚刚才发生的。我今天早上起来眼睛好不舒服。好啦，其实在昨天上班的时候就有点不太舒服了。跟大家讲这个发生什么样的事齁，然后我刚才有去看眼科了，我的眼睛发炎了。有点莫名其妙的发炎哦，这个过程来开始。在昨天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在收银台。在前几个小时之前呢，我在上班，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异状。突然呢，我点收银机点一点，发现怎么突然眼睛怪怪的，就是觉得好像有卡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很突然。可是我不觉得有东西飞到我眼睛还是怎么样，就是突然觉得就是想要去扎眼睛，然后默默的会觉得说好像视线就会有一点迷迷糊糊的，但是也没有到痛还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也不以为意。到我下班回家了以后呢，我就照了一下镜子，感觉也看不出个所以然。我就想说那应该是闭着眼睛休息一下，反正睡一觉起来应该就好了。结果我睡一觉起来了，不得了了，这旁边都是眼屎，很可怕。然后我的眼睛红，我的眼睛还蛮红的。然后我就会一直去抠眼屎嘛，然后我就自己一直看到底是有卡什么东西，一直不停的流眼屎，很可怕的眼屎哦。我刚一起床的眼屎是多到我看不到画面，眼屎多到要溢出来的，然后就是溢到我那个黑色眼球那边。你们现在看这样的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怪啊，但是我现在眼睛很痛，因为我一直不时的去抠抠我的眼屎，所以导致我这边眼睛旁边的皮肤都非常的刺痛吧。然后我就想说眼屎这么多不行，我就想说拿生理食盐水去洗一下眼睛会不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就一洗，哇，眼屎整个飞出来，超那个时候，哇，那个画面我整个有点疗愈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不要再用手去抠了，我就拿卫生纸去用嘛，把它用掉。然后弄一弄呢，里面跑出了一个睫毛，我就想说，那就睫毛出来，我应该就好多了。事实上是真的有好多了，就是眼睛没有这么的红了，就是像现在白白的，只是眼睛还是有点不太舒服。我就想说，那应该就可以继续睡觉了。我就想说眼睛再闭一下，应该就会好了。结论没有，我又闭了一下，又睁开眼，依旧有眼屎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眼屎会一直不停的流？然后我的眼睛到现在抠到有点不舒服了。然后我就上网查，大家就说要去看眼科嘛，然后不然就是可能皮肤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才会导致眼屎这么多，反正有很多网络上都查得到的一些资讯。然后我就开始拿我的棉花棒去抠抠里面，看到什么东西，自己抠吧，不良示范。然后可是它眼屎还是不停的流，然后我就想说不行，于是呢我刚才就去看眼科，还蛮幸运的、今天是一个平日，然后外面在下雨，所以没有排很多人。我妹每次去看眼科啊，因为我妹可能戴隐眼啊，所以很常眼睛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她还蛮常去看眼科的。上次去我家附近一家眼科啊，她等了大概 1.5 小时，等超久。然后反正我去的时候不用5分钟我就出来了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完全没有人，我就挂号嘛，挂号200块啊，给她我的健保卡。那个医生看病的过程我是觉得还蛮好的，她一开始会询问一下眼睛怎么了之类的，他一开始是把我的下眼皮往下拉，然后去看里面，然后就跟我说，你里面有一个裂痕，裂痕太可怕了，裂痕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裂痕啊，可能是我早上那边抠来抠去吧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他就叫我把眼睛往下看，然后他就把我的眼皮往上翻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翻的。如果有人在旁边录影的话，我好想知道他的眼皮是怎么把我翻的。他就说我翻一下眼皮哦，然后他就拿他的棉花棒把我的眼皮翻了过来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翻的，我单眼皮，他怎么翻的？反正我就觉得好像被翻过来的感觉。然后他就看了一看，反正他就跟我说发炎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炎啦。给大家看一下他给了我什么药，这边是一个单据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那个我的药水，这边小小一罐。药品名称它是一个英文 SERENEOPHTHALMIC， 医生就是拿这个药跟我说一天点4次，早中午睡觉前。它叫做温士顿士宁点眼液，就是这样小小一罐，还蛮可爱的啦。警语的部分，它是写说，如果我持续发生了视力变模糊的话，也是要去看医生，再去看医生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每个都讲，
那个时候我看医生的时候呢，一直叫我往右下看、往下看、往左下看，然后往上看或往怎样看，他就一直重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很快就会诊疗结束啦。结束以后呢，我的眼睛超级痛。好啦，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去看眼科，然后我的眼睛发炎，然后我自己平常呢也很常那种眼睫毛啦会倒插在那个眼球里面，通常我都是把它抠出来就没事，但是没想到这次真的还蛮严重的。好，反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影片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就去保留，我是谢修，明天五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拜。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我要试点这个眼药水给你们看，好紧张哦，抗发炎的眼药水会不会痛啊？眼球看着那个眼药水，叫大家看到吗？好，我要点咯。好，我们点下去了以后呢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刚点下去没什么感觉，跟生理食源血很像，就是突然觉得眼睛很湿润。好吧，我太大惊小怪了，其实它一点都不会痛，一天点四次还可以，我一天点个十几次都没问题，没有啦，一天四次。我有眼屎跑出来了，干，眼屎好多，我今天还要上班咧，到时候客人一直觉得我眼睛里面有眼屎怎么办？ Moments later， 啊，各位，我原本把衣服脱了，我现在穿睡衣。刚刚点了下那刹那没有觉得怎么样，但是现在眼睛好刺痛，我是眼皮周围都会刺，然后眼球里面感觉 眼球内的旁边周围也会刺痛，好怪，好痛。